那马同兔呢亦都是四个犯太岁的生肖之一，就叫破太岁。咁既然破呢，就变咗好多时做嘅嘢会好反复。先破而后合，如果工作同破有关咪反咪好啦，比如做爆破工作啊，比如做拆屋拆楼嘅看地基嘅，咁样今年相当都唔错㗎。但係呢，由于始终破太岁呢，所以感情方面呢就会比较上反复多啲，失落多啲，就唔好太过强求啦。